这次音乐会第一首曲，上次有来韩剧，陈川一定会非常熟悉。难道是 Bruce Lee 吗？没错，这首 Bruce Lee 的作曲家 Jack Burton 是为了纪念19世纪末著名的圣彼得路德教派学院而创作，其中短短的表现了他的求学岁月，开头既庄严又有力道，是他的经典之作。现在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迎接我们第一首曲子 Bruce Lee。